就是去年，或者是以阿耀努尼阿弗拉，上个月，上一周就是以阿耀努尼阿礼拜。我们要把把望换成我们刚刚学到的马达绕，或者是马瓦杠，马醒动词。大家想一下哦，阿拉登恩阿努哈拉登埃多，迪里山多，巴萨沙坎的古米迪里山那木好，把你们所写的上传到我们的信息栏，我们一起来做分享。我们尽量把我们刚刚的 machine 动词尽量来使用哦，多练习，一方面帮助大家能够在听说读写能够进步。我第二句哦，过去简单是，马达瓦多吉玛姆杜瓦瓦伊纳吉拉好，哦，这个是疑问句。我们只要把瓦瓦换成别的 machine 动词来做造句后，就可以了。然后阿诺玛哈拉盖多能安达。好，爱丽丝，你好，还好，星期。你好，还好，星期。哎，马达拉多吉，那么多欧诺伊噶蛮爱好。那么小时候曾怕蛇吗？好，爱丽丝，好，马达拉就是害怕，马达拉多吉，那么多欧诺。一个蛮安好哦，那么小时候曾怕蛇吗？很好哦。哦，那儿就是蛇。
我们的 owner 有好几种，很多读者的名称哈。owner 就是什，matalau 就是害怕。好，arai Edison 好。接下来啊，苏贤，米苏都。Hai. Makatur tuji inna jipanayan i baba zimhao. 妈妈今天早上成对巴奈生气吗？Hai. Makatur tuji banai jipanay. 马格德都进了吉巴那央伊巴巴镇。是的，他今天早上曾对巴奈生气。好，马格德都吉伊那吉巴那央伊巴巴真好。马格德就是生气，都吉伊那吉巴那央伊巴巴真，巴巴真就是早上。妈妈今天早上曾对巴奈生气吗？阿姨啊，是的，马格德都金拉吉巴那央伊巴巴正，他今天早上曾对巴奈生气，很好哦，写得非常棒。马格德就是生气，我们把马达瓦改成马达劳或者是马格德来造句哈，谢谢两位哦。还有线上的，尽量多写几句哦，我们一起来练习。老师，我不能用写的，我直接念可以吗？你念呢？你念看，我听。麻烦那都吉，改造吉班那样，一定要好好。班奈以前就，改造以前就认识班奈的吗？哦，好，麻烦那多几个招几班那样，一定要好好，是吗？对，然后，麻烦那多几个招几班那样，一定要好好，可以啊。打造之前就认识巴奈了吗？是哈，是这样对，的意思。麻烦那多，你刚刚是用麻烦那。麻烦那都几一改个造招，几班那一样，般的人然后对。一定要好，对呀、啊，很好。对，如果没有办法写的，用念的，因为我们是主要是训练语气嘛。当然，书写、听说读写是更好。好，谢谢改造，可以多问多讲几句。麻烦了，知道。麻烦那多吉，那早，一般那样一定要，好，一定要好好啊！我要练习一下听，呵呵，我要学一下听的部分。如果很长的句子，可能就会忘记。还有人要说吗？还有的没有写，就用说的好了。像嘎照这样用说的也可以哦。线上的，你老师，线上的好朋友，嘎啷嘎们努米达米娜娜，这个还算是很简单的哈。把哇改成马格字儿，参考两位的句子。马达瓦马格德马凡纳，我们想一下哦，多想几句，因为有的学员还没有上线，好，马乌苏伊长了，我们先线上的多写几句来练习。
那这第二句的，如果还有人要学习也没关系哦，先把它完成，等一下就再上传也没关系。好，那我们就接续第三句哦，未来简单是。奶奶明天将要笑小孩吗？奶奶明天将要笑小孩吗？啊，能不能带过你那啥个嘟噜好？哦，妈妈桃娃及妈妈杜娃娃，那努拉发好。哦，妈妈桃娃及妈妈杜娃娃，那努拉发好。哦，妈桃娃就是将要笑。吉玛木杜娃娃阿努沙发考，这个是未来简单式。我们要把马达哇达哇这个换成其他的动词。如果第二句还有人要写的也没关系哈，慢慢的来，对，完成它再上传。那继续呢？那刚刚两位写好的就讲一下第三句。妈妈打哇，我妈妈打哇，吉妈木读哇哇，阿努沙发好，阿努沙发好就是未来，简单是未来的时间描述有明年阿努吉拉阿米哈扎，或者是下个月阿努吉拉阿弗拉，下一周阿努吉拉阿礼拜，就是时间描述，也要换哦，因那吉拉改成可以改成阿努吉拉。阿弗拉，阿努，哦，将要阿努沙发考，未来简单式的时间描述。好，能当哦，我看到了，Kerry，你好，爱好学习，嗨，嗨，等我一下哦，好，来都啊。妈，我刚读起马当伊拉兰伊，阿努，哎哟，突然，伊哎哟努，你啊礼拜好，马浪上周曾躺在路上，对吗？嗨，马拉桑吉拉。对，他喝醉哦，了。还很好，你念的也很好哈。能能能打个你 carry 我，马瓦刚就是躺在躺的意思。马瓦刚多吉马让伊拉兰伊阿幺努尼阿里白好，你那个阿幺可能有那个。啊要咽啊。喉舌音，好，咽喉舌音，哎努力呦，要分开，有听嗨，到吗？有，能大号，能大尾，阿幺那个，你阿幺那个要有，连一下那个读拗哈，那个是那个逗号，啊，哎呦，前面一个 glut，对，嗨，还。那嗨个嗨，呀，努尼要分开，努力。阿幺，对，要一个间隔，努尼好，阿里白好，好，还一，马拉桑埃景伊拉，对呀，他喝醉了，好，对，亚文来着，亚文努米苏，苏里好，阿勒谢多，谢，哎，亚文托布拉，阿幺。我要努力好，啊，你来讲，觉得很好。谢谢。好，你拿拿麦没关系哈，有时候会少点，或者是我们打字啊会忘记那个空格。美美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那个“瓦岗”这个字是不是比较负面的用词啊？马是瓦上马躺着啊，它呀，有没有比较负面的意思啊？马瓦岗哦，那个对。是动作吧？马瓦岗果啦娃娃，如果我们形容小孩子他躺卧，马瓦岗，或者是他跌倒啊，四脚朝天，马瓦岗，伊兹拉他躺卧在地上，他怎么会有负面？
比如说啊，您看看。哎，我在想说，我们一般躺的话，就是还有老师您刚说的四脚朝天呐、啊，好对像啊。两个意思好像不太一样呢。躺好像如果是躺在床上也是马瓦杠吗？躺在床上就是马瓦岗噶古伊噶福迪哦，安也呐，是一样哦，对，所以马不瓦一定是那岗，种摔跤的四脚朝天，只马要瓦是岗是形容跌倒啊，它四脚朝天就是马瓦岗，我们都用马瓦岗来形容，那形如果容，平平顺顺的躺在床上呢，也是那也马瓦是马瓦杠，岗啊，不就是是它哦，那个动作哦。就是仰卧，就是我们刚刚。那个仰卧躺着，那个都是马瓦杠，只有一个哦，吧，只就要一个。是脸朝上的话，都是马瓦杠就对了。哎，马瓦杠，哦，那我形懂了，我容马瓦杠。对啊，我想说，怎么还会有负面的马瓦杠？应该是都是躺卧、仰卧。仰卧的意思嗯，对，OK。呀，就是我们平常躺在哎，房那间老师嘛。如果是趴着头朝下，要怎么讲？In the fa，我哦，写起来吗？谁另会外一个写字？In the fa，你 in the fa 就是趴着。哦，那我懂，嗯，我懂了，好所好以好，谢谢你提醒呢，大家好，也知道你 in the fa，马瓦岗也有趴着。然后那个 Kelly 五的，你修正好了再上传哈。哦，有喽，马劳多阿公。啊，阿西本诺的秘书，Kelly，马拉盖的秘书，阿弟，嗨早晨，嗨嗨嗨，嗨。mawakang tuji marang i lalan i ayano ni alipai hao 马郎上周曾躺在路上，对吗？嗨，马拉桑吉拉，对呀、啊，哎，他喝醉了。哎啊，反正都伊玛蒂尼古米少下那米色号很好，嗨，就爱是自这样子己。正确。马瓦刚都吉马让伊拉兰伊阿幺努尼阿里白好。马让上周曾躺在路上，对吗？哎，马拉桑吉伊拉，谢谢我们的 Kelly 好。那接下来哟、哦，伊迪拉对伊未来简单是。奶奶明天将要笑小孩吗？一样哦。那个马达哇，我们改成其他的妈请动词。我妈妈达哇，及妈妈读娃娃安努沙巴考，这个是我们的例句。好，请大家换一下妈请动词的老师，简单字。我用念的哈、我先手滑了。哦。好，乌妈嗯。妈个德吉嘎早吉巴那样，阿努霍尼好，把嗯，嘎早等会就要责备板奈了。哦，了吗？是吗？妈妈，好，对。再念一次，我听看看。我妈妈个特乌技，妈妈个德吉嘎早吉巴那亚，阿努霍尼好，嘎早等会就要责备板奈的，就将要责备板奈的吗？这样。对，可以啊。妈妈个特儿将要责备，将要骂嘛。几嘎糟几班那样，然后你好，只好嘎对对糟将要对板奈生气，责备的意思。对对，对，还我大妈都很好，类似这样的句子哦。大家线上的，好朋友。努力一点哦，赶快第三句再进行第三句未来简单是这一句哦。我妈妈达哇，我们改成我妈妈个德将要生气，或者是我妈妈哇杠将要躺卧。吉妈木鲁娃娃安努沙巴考，
我们把那个阿努沙法改成阿努基拉也可以哦。时间的描述要换一下。第三句。ダナマノミタゴナサカトロ。おまま、おままたわ。改成。おままかたる。也可以哦。大家尽量讲。如果不能写的就用说的。也是一样，学习我们的主语。好，第三句哦，萨卡多鲁，妈妈打哇，改成其他的妈型动词。我们刚刚有很多的动词，有马格德尔，或者是马欧西，不喜欢，或是马达劳，害怕、惧怕的意思，还有。还有马伊洛尔，马伊洛尔就是想念、思念，这些都是马型动词，或者是你知道的动词也可以使用哦。我妈妈打娃，吉妈妈读娃娃，我沙发靠。奶奶明天将要笑小孩吗？这是我们的范例。那么，那么大过那啥个多路？第三句的句型，巴里真那么大过那达瓦马达瓦，巴里真都罗马安啊，马型动词。你可以参考上面的，上面几句，他们写好的句型，可以做参考。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字根呢，我们的妈型动词有一到十三，一到十三个妈型动词都可以有马菲让哦，马菲让就是，马菲让就是身体嘛。我刚刚有说马菲让哈，意思是马皮浪就是生气，马克特尔也是生气、发怒、愤怒。马皮浪，马皮浪。我想问一下哈，我常常分不出那个马克特尔、马皮浪、马里昂、马里昂，这怎么分啊？这些要怎么区分它的差别？用不同的方言把马克特尔，我们通常都是生气呀、啊。那个德尔加古迪斯罗南，我对你很生气。还有一个什么玛利亚哦？对，玛利亚，玛利亚就是不听话的小孩呀、啊。玛利亚迪斯罗，哦，不听话哦，听话。还有一个，你刚我们不能说妈妈在玛利亚，不能这样讲，是小孩子才是玛利亚啊。玛利亚吉娜，或者是妈妈不吃药啊？玛利亚，哦，就是闹脾气的意思哦。对，都可以使用啊，玛利亚。马格特比较是骂人的意思。马格特生气就骂人了，就很生气。哦，马格特，马格特就是这里是说生气嘛。玛利亚就是。那马菲浪又是什么意思？马菲浪也是跟马格特，就是马菲浪像是。跟马格特那个字是生气、愤怒嘛？那么刚刚有一个马菲让哦，他好像是要发马菲让就是发怒啊，他要发脾气，然后摔东西。比如说他马菲让都有没有？他已经又摔东西了，就是有动作吧，动作比较大。哦，是自己摔东西，自己在生气，在叫马菲让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那如果是骂别人的话，用马格特这样子。
对，我如果这样分，Mafilang 可以是自吗？己，Mafilang 噶古井了呢？嗯，如果说我对他生气，我对他拳打脚踢，就是 Mafilang 噶古，可能就是动作就比较大。Filang 哈那古，也是对人家生气，是 Filang 呢？Filang 哈那古，我对他，就是骂他，我就。那马比浪跟马格顿谁的程度比较大？马格特尔生气呀、啊，很生气，应该是哪马个比浪吧？动马作比比浪较，程度比较高就对了。对对对，他已经发脾气了。马比浪就是已经不能忍耐了。马格特尔可能只有闷声生气而已，马格特尔就可以放在心上，表现一下，皱眉头，就是表示我们对，在马格顿、生马里气。亚跟马格顿都是生气，只是马菲浪的话，可能动作跟行为比比较大，较对，是哦。玛利亚是不听话，哦，不是是那马个菲马浪，格马特菲浪，尔，马菲浪，我讲。对，应该是马格特尔跟马菲浪之间的差别吧。马菲浪也是弹舌音，马菲浪愤慨嘛，很发怒，可能那个程度会比较强烈一点。马菲浪，我记得我们花莲比较没有讲马菲浪，台东海岸都比较。多人讲嘛，别让就是代表生气、愤怒，了解了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现在在线上讨论也很好啊，或许是有其他人的说法也可以说一下哦。那是我的那个，我知道的生气，可能。别的部落有，还有别的用词啦。我意思是说，还有别的生气的说法，也可以分享一下哈。好，伊拉杜古米迪利拉尼啊，我接下来这个是我给大家看的字根要使用的哈。我们到疑问句第三句喽。乌妈妈达哇这一句哈，好。我们看一下，苏贤，你没说多。嗨，오마마루함구라아루바아누지라아리바이하오。那个是指下礼拜将会成熟吗？자아이가오마마루함구라아루바아누지라아리바이。不会，那个是指下礼拜不会成熟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阿拉一起书写呢。妈妈，我们现在是将要第三句的这个句型，能够带过你书写。我妈妈如恨古拉阿鲁巴尔，努吉拉阿里拜好。阿鲁巴尔就是柿子啊。妈妈如恨将要成熟的意思。好，那个柿子下礼拜将会成熟吗？这爱不会的。这爱高乌妈妈如恨古拉阿鲁巴尔阿努吉拉阿里拜。那个是指下礼拜不会成熟。马如恨就是成熟嘛，妈妈如恨就是将要变熟了，将要变成熟的意思。好，谢谢苏贤，写得很棒。好，继续是爱丽丝。秘书，はい、おままらら、じなもはざと、たちやいかいき、あのしゃばはお。なも明天会议上又将要说错话嘛。はい、まらりしてなまま、まらりしてなまららと、たちや、对呀、啊，他常常说错话。好，能照顾你，爱丽丝，说好。乌妈妈拉绕吉那么，他在做着只要一个鸡，那努沙发好。乌妈妈绕，妈妈拉绕吉那么，他在又将要说错啊，做着只要一个鸡，那努沙发好。那么明天会议上又将要说错话吗？对哈。还以马拉瑞金拉啊，马拉绕都咋子要？
对呀，他常常说错话。对，写得很好哎。Mararish 就是时常或是经常的意思。Jingra a mararau tu zajiao，就是他经常说错话。嗯，很好，谢谢我们的 Alice 哈。信息信息，蛮。五蛮和三路班扎古趴下，李敖恩和苏瓦尔一说。哦呀，趴下，米很的发，米很的发，米你行那的个那发，个米很的发，哦，好，谢谢。你查一下，伊里们会得来伊字典呢，米很的发，还有两个趴下，马瓦杠是仰卧嘛，仰卧，那趴下的话，米很的发，伊提高啊，米很的发有了。哦，我们书写有打上来，米行的发，米行的发就是趴着、俯卧，对，这个动作有躺着，有趴着，哦，对。哦，米行的发也可以造句哦，Alice，造个句子来练习，很好哈。刚刚凯明也是问了很多。那个马格德尔和马格马菲让的不同的程度，看线上谁知道，可以分享一下，或者是说你们部落还有别的生气的单字和说法。通常我们都是马格德尔嘎咕，好，我很生气，或者是说马菲让嘎咕，常常听人家这么说了。或者是说那个那一位法给常常肥让，喝2杯酒就嘛肥让多，那酒品不好的话，通常都会听到这样的说法。好，那第三句已经都有人写好了哈。如果还有人要练习，阿米娜南和斯卡古山，马爱多好，我要再学习第二句、第三句的。句型也可以哦。好，那努都优已进行式，奶奶现在正在笑小孩吗？马达瓦埃吉马姆杜娃娃伊玛迪你好，马达瓦埃吉马姆杜娃娃伊玛迪你好，马达瓦埃就是正在笑，马达瓦埃吉马姆杜娃娃伊玛迪你好，我们进行到。第四季度哟，啥个十八都好，把你整过啦，达哇啊，我们改成其他的字根啊，闽南南不给打读了，啥个十八啊读心，第四季度啥个十八啊读心，好，我们的例句是马达哇，我们要换成其他的马行动词，把你整读。努鲁马安啊，迪丽浩当书写有些马马如恨啊，将要成熟。如果手透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说“妈妈不念”，将要烂掉了，啊，将要水果都将要，腐烂了，就是过熟了。妈妈不念，刚刚有书写有写“妈妈如恨”，就是将要成熟。我们可以用很多的妈型动词来练习。伊萨卡斯巴多阿杜西尔，马达瓦埃吉马木杜娃娃伊玛蒂尼好，伊玛蒂尼我们也可以用阿尼尼，伊玛蒂尼，等一下，有，等一下哦，伊玛蒂尼当下此刻，阿尼尼现在今天，伊玛蒂尼我们可以换成阿尼尼，阿尼尼就是今天。的意思。
美惠老师，门。我刚刚心里想了一句哈，可是我中文翻译翻不出来。你看，比如说我刚刚想那个马乌西埃及嘎造吉班那样伊马迪尼，把嘎造现在正在讨厌班奈。讨厌了，毛喜爱就我们可以，那个爱好像。就是说，翻成正在好像怪怪的，会不会要翻成别的意思？妈，你刚刚是说毛喜爱讨厌了，我们这又说讨厌了，他是正在讨厌吗？还是讨厌了？已经就是讨厌了啦，毛喜爱都有吗？毛喜爱讨厌所以了。我这边的爱可以翻成正在吗？还是要翻成那是个的，哦，了？你想一下，嘎照现在正在讨厌把奈了，这样吗？就是因为老师你的那个讲义是正在嘛，对不对，对？哦，对吼，如果是马乌拉害或马乌喜爱是正在喜欢正在讨厌的意思吗？如果是照这个翻译是正在呀，如果是马无喜爱，我们这样翻会。很奇怪哈，对，还那老师，如果我说马乌喜爱，可以改成。一直在讨厌吗？一直很讨厌，马可我以吗？喜爱一直在讨厌哦，马我喜爱，如几果个是多几几个班马那喜样？爱，马我喜爱几个招几班几那班？样，改造对班那不中意了，或者是讨厌了。他都一直很讨厌他，有这个意思吗？马我喜爱这样哦，一直在讨厌他，有吗？有完没有？我不知道，老师，我这没样有讲。耶，那个语就义有是这他个意只是思吗？说马我喜爱只是不喜欢了啊，他没有说一直不喜欢马我喜爱都。我想一下，现在突然想，如果是马我喜爱都几，啊，那就啊有哦，他已经不喜欢他，就是一直讨厌他了，就很不喜欢他了哟。如果没有嘟的话，老师你会怎么翻呢、啊？吗？我喜爱要，如果没有嘟的话，要怎么翻？你是说哪里的度？你是就我是现马乌在西埃都那个都，如果不要的话，就是马乌西埃，这个要中文要怎么？马乌西埃几嘎造几把那样，对，中文要怎么翻？就是嘎造马乌西埃几嘎造几把那样，嘎造不喜欢把奈那个啊，中文把要加奈了。正在吗？要加嘎照正在不喜欢，好像怪怪的哦。对啊，我们就不要用正在嘛。正在如果是很奇怪的他、啊、那个翻，爱要怎么翻才比较好？就是讨厌了、不喜欢了、不中意了就那好老了。师，那就跟你的那个第二句不是很像，就是哦，加都不是很像。那如果我们要硬翻的话就，如果是要不一样，就要正在不喜欢，就已经就不要正在，就已经不喜欢了，就一直不喜欢就好了。就所以不我会刚跟，刚说用一直可以吗？有哦，可以可以。他一直不如果喜要欢，区别的话，就要一直不喜欢，一直很讨厌。可以这样翻吗？哦，可以吗？可以我可以。啊，你可再以讲哦。一次看，可以啦。因为那会我跟第翻二了。句很像啊，不喜欢了，因为那对。个度。对，我们这边那的我再，度，第二句不是成吗？那我讲一遍我刚刚的哈、哦，好。马乌拉马乌西埃马乌西埃吉嘎扎。吉班那样，阿尼尼，毛喜好，爱。那个嘎照，现在一直都在讨厌班奈吗？可以这样翻吗？哦，好，可以啊。毛喜爱，吉你刚嘎刚是照，说毛喜爱几个招？几班班那奈，样？阿尼你好，对，阿尼你好，对。班奈今天，不是那个，嘎照咋现照？在一直不喜欢讨厌你毛线爱一直讨厌，讨厌，讨厌板奈了吗？是哈，一直讨厌嘎板到现奈了，在都一直在讨厌板奈。一直咋照？咋照？今天一直在
讨一直厌板在奈讨厌板奈，可以吗？哦。可以一直哈，在讨厌板奈吗？对，可以。可以我哈。们要，对，很那我那好。个爱，把它理解成一直可以哈？爱好，可以啊，不可然以的哈。话就会跟上面一样，我们要给他理解一下哦，很好哦，这样我们学起来了，就翻成一直在讨厌把奈，可以，好，我也学起来了，再去理解一下，好，谢谢改造，好，接下来哦，杰森，然后好了，哎听着这个阿吼，拉比说。哎，好了，听着，好了，冰都，阿绍兴，我都没说阿哩，马多金尼赖阿马夫特，古拉瓦朱伊斯姆斯姆旦伊马蒂尼，那只狗正在草丛里侧躺着睡觉。好哦，你的是马杜基尼嗨，马杜基尼赖，马杜基尼赖就是侧的吗？侧卧着，侧卧叫马杜基尼赖就是侧卧着哦，有内。我们刚刚一直讨论躺着、趴着，没有想到侧着哦。好，谢谢我们的学生，他有写这个马杜基尼赖啊，马夫爹古拉瓦朱伊什么什么丹伊马迪尼，那只狗正在草丛里侧躺着睡觉。对，好，马杜基尼赖就是。有啦，我有听过嘛。杜吉尼勒就是侧着，就是侧一边嘛，左侧、右侧，侧着睡，侧着躺。马杜吉尼勒，想请问这个是哪里的方言别呢？马杜吉尼勒，我第一次哎，听到。我他是也学秀姑峦方言。，OK，谢就谢。不啦。谢谢。马杜吉尼勒，对，可能还有其他的说法哦，学生。然后。可能吧，但我真的不知道其他的方言了。是吼，可以提供一下上那个线上的，我也想不起来我们那边怎么说呢？海岸的怎么说？哦，可能都有啦。马杜基尼赖之前老人家常说马杜基尼赖吉苏，马杜基尼赖伊个福迪安这样。我们赖吉苏马杜基尼赖吼，我们正在就是那个动作，就是那个。侧着的那个动作，哈，好，谢谢学生，这是修姑兰的，说法。哇，住就是狗嘛，以什么什么蛋就是草丛里，伊玛迪尼现在，正在，就是那只狗正在草丛里侧躺着，很好，我们很多的那个说法，大家尽量的。用写的哈，大家可以参考。好，哎，苏贤，阿弟，阿西嗨，坤哥都没说。马菲朗爱古法法希尼嘎早已经拉岸，伊玛迪尼好，嘎早的老婆现在正在对他发脾气吗？好，咪马菲让爱古法法希尼嘎早。已经了安伊玛蒂尼好，就说嘎造的老婆现在正在对他发脾气吗？马菲拉爱啊，这里就是正翻译成正在。故发发嘿，你嘎造就是嘎造的老婆，已经了安伊玛蒂尼好，谢谢我们的苏璇写得很好哦，大家可以做个参考。好，继续写好，我现在是在进行这里哦。还有人想要练习的，然后国民拿拿麦也没关系哦。先往下喽。伊兰诺都现在完成是这一句。如果以上三句还有人要练习，也是可以写完了再上传。奶奶子到现在还在笑小孩吗？这是我们的例句哈。主语是说，马达瓦爱好，爱好这里是还在的意思。即马木杜瓦瓦，达哈阿尼尼好，达哈阿尼尼好啊。马达瓦爱好，即马木杜瓦瓦，达哈阿尼尼好。好，我们根据这一句来做练习哦。
爱好，妈妈打我爱好。爱好就是还在的意思。好，好，你爱丽丝，爱丽丝，马老多努玛古古秘书阿弟，Hai,阿西芬吼。malas sangai, kula kuhasalai a owner i mati ni hao. 那条白蛇现在正在酒醉吗？Hai, malas sangai, kula kuhasalai a owner a mihinefa i kapian i mati ni. 对啊，那条白蛇现在正醉的趴在床上。好哦，写的正是好。我们跟他好，又舍酒醉哦。马拉桑埃古拉，古扎莱阿奥纳伊马蒂尼好。古扎莱就是白色的意思哈。那条白蛇现在正在酒醉吗？还以是的，对呀。马拉桑埃古拉，古扎莱阿奥纳。啊，米哈的发音，高富迪安伊马蒂尼。那条白蛇现在正醉的趴在床上，那条欧那的正在偷喝我们的酒后马拉松。谢谢我们的爱丽丝，好，对你现在写的米哈的发，就是趴着，你可以写那个刚刚。那个你妈家学生的那个马杜基尼赖哈，你可以用马杜基尼赖这个侧着这个词汇来做练习哦。我们今天学到马瓦冈马哈的发，米哈的发，马哈的发，或者是米杜基尼。好，谢谢我们的爱丽丝，好，写得很好。我们的 owner 也会马拉上，除非他会喝酒啊，只是形容嘛，哈，可以哦，谢谢。我们现在再进行到第五句哦，就是马达瓦埃吼，这里埃吼我们是还在，我们可以换成写成说马拉上埃吼古拉 owner 哈，爱丽丝你可以换一下。用这个第五句来写，你上面的句子也可以哦。做练习，多做练习，换一下写法。谢谢以上的学员哦，大家一起来学习。哎，美惠老师，我用念的哈，好。好。马夫的爱好吉巴奈，那努伊那吉拉达哈阿尼尼好。巴奈从昨天到现在都还在睡觉吗？好，可以，可以呀、啊。马夫的爱好，你说马夫的爱好是巴奈？那努伊那吉拉达哈那阿尼。努伊那吉拉，达哈阿尼尼是吗？对对对，哦。那好，中文呢？对，中再中午，文再讲一次。板奈从昨天到现在都还在睡觉吗？我从昨天到现在嘛，还在睡觉吗？可以哦。马夫迪啊，主语呢？马夫迪爱好几？你再念一下你的主语。马马夫夫，的爱我好来不及写。几？马夫的爱好是班奈，那努伊那吉拉达哈阿尼尼。可以，那努吉拉达哈尼尼，可以哦，很好。你写的，你念的中文跟主语，对，可以。哀吼就是还在睡觉。谢谢我们的打造。然后我们再第五句哦，如果还在写没关系啊，慢慢写。那我们刚好8:01，把它弄给它50分钟，明天弄好给它好。好。那 obi 在就是 obi 在是湿湿的，湿哒哒的。毛 obi 在好过啦。你把瓦里安你伊那阿福回好。妈妈晒的衣服还是湿湿的吗？
毛笔在，不是淋雨吗，学生？啊，如果是海丝丝的话，我们可以说马子巴爱，还是你们那边是马欧比在？马欧比在的说法。好，这点我也不确定。哦，好。如果说马欧比在，就是我们淋雨啊，就被那个雨淋到。啊，马欧比在给说呀。马子巴埃基苏也对了，应该都是对。OK，谢谢我们的学生马欧比在霍古拉，你把我领安你赢了啊！布瑞好好就是布瑞就是衣服，有的说里过好布瑞，湿湿的马子巴埃也可以，马欧比在也是哈，都是湿湿的意思。好，谢谢我们的学生哦，好。我们刚刚在第五句，马达瓦埃后这里，还有人写的话，等一下就上来也可以哈。对，老那么师，我就都留还没通，念。看你的，你在跟秘书在哪里？没有看学到生上面。哦，我以为是那个啊，对对对，好，因为我是用手机看，好，谢谢书写。还好你提醒我吼，哎，哎，阿弟，阿西本姑的啊，秘书，马拉桑爱好几个州的哈阿尼你好。嘎照直到现在还在酒醉吗？咋爱咋爱嘎拉桑爱杜金拉伊玛迪尼，没有，他现在已经没有酒醉了。哦，好，那个过后，马拉桑哎，就是酒醉。马拉桑爱好几嘎早打哈阿尼你好，嘎早直到现在还在酒醉吗？咋爱没有？咋爱嘎拉桑爱那个这里咋爱嘎拉桑爱就很奇怪呢？咋爱好嘎？哪里不对？咋爱嘎拉桑？他现在已经没有酒醉了。在爱都嘎拉桑井拉伊玛迪尼才对，在爱都嘎拉桑那个都要往前，哦，好好好，在我爱改一都下。嘎拉桑井拉伊玛迪尼，如果照你的中文的意思说，他现在已经没有酒醉了。在爱都嘎拉桑井拉伊玛迪尼，这样好。哎，老师是咋呀？咋呀？都这样子，咋呀？可以啊，咋都哎呀都也可以，嘎咋啦哎上这都样。也可以，还哦，所以不咋能加哎呀在那个都，后面。哦，好好好。哎，咋哎呀都嘎啦桑井拉伊玛迪尼，反正他们打麦都过来没说的，但是可是在念的时候就不对哈。好，很好啊，学生都念完了哈，然后我们还在第五句的样子哈。你来过没说的？爱都把扎嘎登号传上来，扎嘎就是传上来。那我们往下好了，写好的就可以往下写哈。能爱得个咪修正了咪，你修正了你首先，马拉桑爱好几个早打哈你好。在爱都嘎拉桑井拉伊玛迪尼，对，完全正确。好，你聊完你说过念嘛？干嘛爱都好，好，好，哦，爱丽丝来，努米说都，哎，老外好几把腰都是筋，那努伊那吉拉，咋哈阿尼你好？马耀从昨天直到今天还在担心考试吗？还马拉老外几把腰都是筋，伊玛迪尼。对啊，马耀现在在担心考试。好，能大哥努米苏，马绕绕外好几，马腰都是筋，那努伊那吉拉，那哈阿尼尼好，马耀从昨天直到今天还在担心考试吗？担心就马绕绕，是定就是考试哈，嘿，马绕绕外几马腰都是筋伊玛迪尼。对啊，对呀，
马妖现在正在，马妖现在在担心考试。对，很好，写得不错哦。马老老外就是担心、烦恼。马老老外很多意思哦。马老老外嘎古伊马丁尼，现在很烦恼或者是很担心，很多的意思。好，谢谢爱丽丝哦。好，我们还在，还有的还在写第五句哈。没关系，再慢慢写。写完了再上传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哦，往下学习。过去完成式读好以第六句。我们的范例是奶奶已经笑了。小孩两小时吗？因为我们这个是疑问句后会有吗？好。马达瓦埃都吉马木杜瓦瓦当阿萨啊，杜萨阿达杜吉安好啊，杜萨阿达杜吉安好。马达瓦埃都吉马木杜瓦瓦杜萨阿达杜吉安好。爱杜这里是已经笑了嘛？到我爱杜吉玛木哦，这个是举例，然后我们要换别的字根哦。嘛，到我爱杜加上爱杜，意思就是说已经笑了。时间这里是杜萨阿达杜吉安好两小时吗？我们也可以把时间改一下哦。那那么努米达古尼那萨卡那阿杜西尔，伊萨卡那阿杜西尔都好，马达瓦埃杜，吉马木杜瓦瓦杜萨阿达杜吉安好，美花曼萨吉苏，你写。马奥拉泰都还没打完，好，最后用手机好哈拉格，马本日子，美慧老师，我用念的，好，请念。马夫的爱好几班来，嘟噜，等一下，嘟噜啊，莎莎呀，好，等一下，再一次。马夫的爱好基本来杜鲁阿鲁米亚好，本来已经睡了三天了吗？哦，可以。马夫的爱好基本来杜鲁阿鲁米亚好，三个米我先说。对。来，中文译，本来直到现在。已经睡了三天了吗？对，很好。马达麦都可以，你用念的，我要听习惯呢。换我要专心。老师，对不起，我念的很不标准。不是，我是中文跟主语的。我不是说你念的不好，反正如果没有想，就是说我要想一下。我要听你的翻译啊，有没有对？所以我要练习那个听的部分了。好，谢谢嘎照，大家都有听到哈，他念得很标准，对不对？阿维古拉利亚温没有可以修正的。谢谢呀，你念得很好啊！现在我们都要考验大家听说。我要很用力的听啊！好，伊蒂尼对伊萨卡嫩阿杜西里奥，那那么努米达。刚才嘎照念的是杜鲁阿达杜吉安，好，三个小时，三天，杜鲁阿鲁米阿。鲁米阿萨基苏哦，你看，在个等于那个叫鲁米阿，哦，我写的时候还来不及写呢，凯米。杜鲁阿鲁米阿三天，好，伊尼都伊过去完成式这一句哦。马达瓦埃杜，刚刚凯明是说马福迪埃杜，马福迪埃杜，
马福迪埃，哎，刚才你是说马福迪埃好吗？马福迪埃度才对，对，哦，马福迪埃度，埃度哈，好，埃度，嗯，大家要练习哦，哪哪们都没扎过你呢，搞，可能你写的很好，嗯，让大家参考。那那么你啊，我们苏里达努米苏，我们也在学习啦，大家一起学习。伊拉古卡夫吉兰可以用写的，或是请我们线上的，老师可以帮我们查单字哦。像刚刚有那个米黑的发，米黑的发，我们就多了一些词汇。我们可以写马瓦干爱都嘎咕，马瓦干爱都嘎咕，几马木都，这个可以套用吗？肯定，马瓦干爱哦啊，除非我要用写的才会，用念的你比较会。嗯。在责任哦，第尼哈拉嘎对第尼都给他以过去完成式。那么的本多古那疑问句，老师，你刚刚说马瓦冈埃那个也可以是指说我稍微躺着休息一下，也可以，这个是这个意思吗？马瓦冈埃都可以翻成就是哦，我已经躺了一下下，也是指休息可以啊，是吗？哦，对对对，可以啊。哦好，了解。马瓦冈埃都，可以，已经叫了。我们这边是已经躺着了，躺着。真的哈，如果没有学这些时态，可能我们会乱用，乱使用时间。我们有现在、过去、未来、进行，还有其他的。姿态哈，做练习真的很不错哦。如果没有上线的，也可以利用时间在 FB 那边，自己有时间来听，会增加自己的听说读写，是很好的一件事哦。我们要传承语言，就是要多说多写。好，往下看哦，哎，好，学生，努米苏多。哎，妈不离不离爱都够唔做，那你都得就在大肚鸡眼。好，岩石从山上滚下来了一个小时吗？好，好，那能够大过你学生阿米苏里丹，妈不离不离爱都够唔做，那你都得就在大肚鸡眼。好，妈不离不离爱就是那个。滚滚的那个滚下来的那个说法哈，滚坠就是岩石哦。最近地震很多哈，那岩石会从山上滚下来。马木里木里埃都古滚坠那尼鲁多，只在阿达杜吉安哈，就说岩石从山上滚下来了，一个小时吗？很好，谢谢我们的学生哈。写这个马木里木里爱，我们也很少说这个呢。马木里木里爱，很久没有讲这个话了。这个词汇马木里木里爱是滚动的意思哈，学生。啊，就是一直讲滚动那个马木里木里爱状态，是形容滚下来，形容那滚下来的东西吗？对。如果人滚下来，也可以用马木里木里爱吗？好像没有，好像都是东西耶，我没听过。哦，真的哦。如果小朋友学走路，他从楼梯滚下来，那我可能就马不灵了。哦，不是马多洛。哦，对，后马多洛是跌下去，可是像你这个翻滚呢、啊，他可能是从阶梯那边滚了三圈呢、啊。马木里木里这样哦，好像是指东西哈。好像。
去想一下，集思广益，因为我们很少讲这个嘛，母里母里，我们只讲什么不吝嘛，独乐，好，很好，这个是形容滚动的东西啦。那母里母里爱哈，又写到了一个滚下来的那个说法。好，谢谢你，写圣号，提供了很多的词汇。好，来梅花。马老多那么古古那么说，好，我讲一下。马巴奈亚多古巴奈尼法吉伊那吉拉好，然后伊拉爱古拉多马根努菲脑烂曼萨，然后噶巴奈古巴奈尼法吉。你想就是法吉的稻子，昨天割完了吗？还没，因为部落有事，所以法吉的稻子还没有割完。哦，正确。马多米苏里达那米苏好，马巴奈亚多古巴奈尼法吉伊那吉拉好。我法吉的稻子昨天割完了吗？扎后哦，你们那边是扎后哈？扎后还没。伊拉爱古拉德马根努伊纳兰兰萨，扎后噶巴奈古巴奈尼法吉。因为部落，看一下。因为部落有事，所以法蒂的稻子还没割完。伊拉埃后古拉什马根努皮闹烂，就是部落还有事，就是拉什马根就是事情，皮闹烂就是部落。好，曼萨这里是因此，所以之后噶把那一股把那一米法蒂，谢谢。美花，好，写得很好哎、欸！你还有个名字没提提他？你刚进来吼，第二季、第三季、第四季也可以练习哈。美花，谢谢美花，好，谢谢谢谢，写得很好。外古，外古他挑剔人，曼坦的阿米斯，外古拉里亚温，外古拉里亚温，没有可以挑剔的。好，爱丽丝。那么说的，哎，马赫姆盖多吉妈妈读巴拿苏比代阿萨巴，就在阿米尔扎安豪。爸爸已经为了成为军人的弟弟感到骄傲一年的吗？来，再读噶赫姆盖吉妈妈，闹喊马里哎马米里奥马米里奥塞读萨巴奈。一代伊尔要努尼亚 Flash 没有，爸爸已经不感到骄傲了，因为弟弟上个月就离开军队，就是退伍了。哦，好哦，你最近写都很长的句子哈，很努力的写，很努力的念，不错哦，念得很好，文法也都好哦。谢谢 Alice， 能跟他好。妈妈该读吗？妈妈该读几？妈妈读。马拉苏菲在啊，沙发只在阿米哈扎安好。妈妈该读起，妈妈读。马拉苏菲在耶，马拉苏菲在啊，沙发只在阿米哈扎安好。如果说妈妈该读起，妈妈读。马拉苏菲在耶啊，沙发只在阿米哈扎安好。看一下中文哦，爸爸已经喂了。成为军人的弟弟感到骄傲一年了吗？这边马拉苏菲代耶比较顺哦。好，我比较改。马拉苏菲代耶阿萨巴只在阿米哈扎安好。就是有对照你的中文的意思。好，往下看哦。能拿过这爱没有？这爱都噶么？在爱读卡姆就好了，在爱读卡姆吉妈妈，那我喊你，马米利亚斯，马米利亚斯，马米利亚斯就好了，马米利亚斯读古沙发，读古沙发，那你一代你阿要努你阿弗拉，对，如果照你的中文翻译，爸爸已经不感到骄傲了，因为弟弟上个月就离开。军队的，我看一下哈，这个第二句，这爱没有，
在读个很闷，及妈妈，啊，已经不感到骄傲了啊，没错。然后，那哈尼，因为米利亚塞读，如果是已经离开了米利亚塞读，那米利亚是将要离开哟、哦，吼，应该已经离开了，你就说米利亚塞读古沙发。以阿耀努尼阿弗拉，啊，古沙发，那以希代，以阿耀努尼阿弗拉这样，米利亚塞都对，已经离开了嘛，弟弟退伍了嘛，对不对哈？对对，米利亚塞都已经退伍了，就要用米利亚塞都讲，很好啊，这样，嗯，说谢谢我们的爱丽丝。越写越难，难度越来越高。好，来，你聊了努米苏哟。我往下看一下，来苏贤，努米苏都，哎，嗯，马伊鲁莱都吉巴奈吉卡早晚都萨阿弗拉。好，巴奈已经想念卡早两个月了吗？还、哎。嗯马巴代都吉卡早都萨弗拉，是的，卡早已经死了两个月了。好，我们是做范例嘛，吼，好练习。好，哎，能跟大哥拿你弟弟拉努米苏，马一路来都吉巴奈吉卡早安都萨阿弗拉。好，马奈已经想念卡早两个月了吗？哎，是的。马巴代亚都吉卡昭杜萨阿弗拉，是的，卡昭已经死了两个月。好，句子很写得很好，很正确哦。好，这对呀、啊，马巴代亚就是死了的意思哦。马伊鲁赖就是思念。我们有一个第二个是跟刚刚有带大家熟悉嘛，马伊鲁赖就是想念着、怀念着或惦念着。是体那个是说想念的人哈，马伊鲁赖，对，苏贤写的很好哦。在读古米迪里拉那么好，大家进步很多了。好，爱丽丝，阿弟，聊完后面，我是。嗨，马赫马盖多吉妈妈多阿拉苏菲戴埃阿萨巴，这在阿米尔赞好。爸爸已经为了成为军人的弟弟感到骄傲一年了吗？在在读噶哈莫吉妈妈闹喊，米利亚塞读国沙巴乃一代以阿尤努利亚弗拉什没有、不感到骄傲了，因为弟弟三个月就离开了，离开部队、对，这样就很完整了哈。呀，米欧西安水尼哈马拉苏菲代耶。你再念一下，你刚刚好像念的后面，再次。马拉苏菲达爱，不是爱，马拉苏菲达爱 ，Y A Y 是一个音节。达爱。对，马拉苏菲达爱。爱。爱。马拉苏菲达爱。爱，爱，不是马拉苏菲达爱，马拉老马喏。这样就不对，马拉苏皮代耶，好了，行行，好，谢谢我们的爱丽丝，写得很正确，而且越写难度很高，而且你都可以写得出来哈，真的是很感谢你，写得真好。美花，马哈拉格多古秘书好，我现在打字很快哦。打了三度鼓，去本的是电脑练习，练习，来，阿弟，来，等一下，马古哈外都努米说，马古哈外都努米说，马古哈外都努米说，古米当当案里那阿勒是带阿福丁，还一。啊，勒是带个你当当啊，你那古号古号努福丁，他发发做那么个。你喝了妈妈煮的鱼汤吗？是妈妈煮的鱼汤，真好喝，我非常的饱。
哇，鲁马古努乌米苏米迪里汤好，阿努阿福丁好啊，阿福丁啊，好，很好，那个是比较偏海拉拉美的写法，刚刚那个还是比好，较偏马来拉美的写法，是，写都看，可以呀、啊，反正我们都学嘛，写看，靠，哎，学秀姑兰的，海岸的，反正我们都要学习，现在都是多元的，跨族群、跨方言，好，那能跟他。马古哈威都努米苏古，米当当安尼因啊啊达登啊布丁，就说你喝了妈妈煮的鱼汤吗？哦，可能念的比较硬，或、哦、你刚刚念的很好哦。啊，然后哈伊是的，阿勒什啊阿勒什是吧？阿勒什，你啊，那个逗号点阿啊勒什哦，丹，阿勒什丹，阿勒什还塞古，哦。当当安娜，我是这样念过啦，好好啊，对，那是该古，你你当当啊，你因那阿古好努福定，打发大射，发发走走，努马古，哇，我一路跑好呢，如果朗读真的是要练很久，我再念一次啦，好，不然会不及格。马古好爱读努米苏古，你当当啊，你因那啊，阿那是该阿福定，可以。啊，这是呆古，你当当啊，你赢啦！我好努福丁，大发分，这么努马古，哟 你喝了妈妈煮的鱼汤吗？是，妈妈煮的鱼汤真好喝，我非常的饱。哇，真的是有喝到鱼汤的感觉吗？有啊，有情境哦，有 有进入到那个感觉。哦，对哦，我们写也要有那个拉音哦，拉长音的方面也对呢。嗯，对，我们要多学习啊。那是呆，如果是冒号语到后面呢？啊了，好像通常冒号都在母音后，就是哦，那个。一定老是吗？那个叫冒号，那个叫做什么？如果说一定老，我们是要。点在那个 D 那边呢、欸？对啊，就在点在 I 的后面，一定哦，I 的啊啊，你这里是啊，是在啊，啊，是的，有那个吗？有个这字吗？啊，是有的啊有啊啊，有，好有的。号有个这号啊，是在啊，是在，哇，真的很难呢、欸、哈、哦。你念一下那个啊，是在，没话，你再念一次那个啊，是在，我们听一下。我念的好像没有那么到位。我试试看哈，来，好。马古哈外多努米苏古米当当安尼那啊阿勒什代阿福丁哈伊嗯。阿勒什代古尼当当安尼那阿古好努福丁达萨夫祖努马古。哇，真的很棒哎！你这样念就很好，我要练好，练好几次才有你的那个语气。好，谢谢啊，那个呆古苏阿努米苏啊，你说的真的是很到位。好，这个我好，学很谢久谢。哎、欸，诶，对呀，啊，那个呆我也要 我写学这好个，久。是哦，我们也要写很久呢。对的，我们要学很久，我因如为果那刚刚我听你的啊，那个呆我可能也很难，很难哦。没有这个哦，我对了，爱我说学什吗？么？我爱你念啦。激起了一段好好喝的感觉，没有，啊，红我爱，是说。嗯，我是说刚才那个梅花念的，就感觉那个鱼汤好好喝的感觉。我只是真那个的感想哦，而已，哎，那个语词那个音调很漂亮，很美。真哎，的，所以我就请他重复，因为我念不出那个鱼汤好喝的感有觉。在吃啊，我在吃。马拉菲埃格米山你读过好多呀，读过好多布丁，很你好，再骗你拿过古拉布丁。不然你呢？从台难东怪才，还有那个腥味，所以很所以好讲喝，得难很到怪。位。因为有问他，所以已经被对。哦，红二也听得很有感觉哈、哦。那以后我们要讲啊，那是呆果果好，你当然都没说，也是让人家听得很有感觉，很下感的时动，候这一样。直学，一直学的，学会的，被骂好多次，然后学会的这样。也很好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在线上分享的那种
意思哈，就是让大家学到那个到位的语调，还有其他的方言点的语气。好，如果是我这样看，如果你没有念，可能我也念不出那么好听的那个阿勒什呆哈。我们通常讲阿勒什呆，海岸的说法是阿勒什呆，这样没有说到阿勒什呆，这样第一次听到。好，谢谢。还有人要学他说这个阿勒什呆也可以听哦。好，也可以赞美美化一下，希望他下次多写这些句子，让我们学他的语气。好，接下来马拉盖都好久，我们在这个地方，接下一季喽。哦，对了，我们都还在闽南南麦好给他，所以尽量分享。未来完成式，奶奶等一下就要笑小孩了，妈啊。奶奶，等一下就要笑小孩了吗？哦，看一下哦，哦，哦，妈妈到啊都，你过去一点。哦，妈妈到啊都，吉妈母都娃娃，啊努呼你好。哦，妈妈到啊都，吉妈母都娃娃，啊努呼你好。好，哦，妈妈到啊都就是。就要笑，那个都就是了。哦嘛嘛达哇都就要笑了，读哇哇就小孩。啊，努呼尼好，等一下，好。啊，那么那米达古尼呢？伊萨卡比都阿杜西尔，美惠老师，我用这说边，的也可以对，啊。我现在说的哈，不好好，意思，我今天那个电脑在别没的关作业系，我们以后都用说的也可以。，OK，好，我妈妈我咧都几家早，安好呢？好，家早等一下就要复活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妈妈奥利都对，僵尸啊。嘎招，他在那个啦，他在演戏啦。我们经常演戏一下，躺一下，好你妈，我刚好你妈买的发啊，妈妈奥要利复活，还要复活了啊、他演那个戏剧要复活，没我有啦，妈妈我奥。刚刚改造马巴代亚的，我现在复活了。啊，对，好啊，你说，我妈妈奥利都几个招啊？努呼尼，好这样吗？你有对好对吗？对，哦，有。好，可以啊。你复活了吗？我妈妈奥利都几个招啊？努呼尼，对，有奇迹发生啊！哎呀，哎，吴老师，你上在线上哦，你要用说的吗？如果我读咖刚刚你，被苏娜绑住了，哎现呦，在才有空。哎呀，来都，他爸林爸银回行来了。那个改造的都从头到尾都用讲的，我觉得大家也要用讲的嘛，嗯，我妈咪那发我个发，手就机是我呀、啊，妈咪用发发，说肚的，脐嘎嘎，肚沙发，嗯，好，你好，这样。嗯、你慢现才在，给说，我我妈妈咪咪发发发，都七嘎嘎，都沙发，安的好你好。哎，中文呢？姐姐，等弟一弟。下就要背弟弟了吗？哦，啊，对，很好啊，对，用讲的也很好，就这个最后一句哦，你只有讲一句哈、哦，可以哦。我妈妈打哇，我们要改成我妈咪发发，都就沙或发，者是不沙发，几七嘎嘎，几嘎嘎哦，哥哥，应该是都，应该是我妈咪爸爸都七嘎嘎，都沙不发，沙安发，诺好你好，对对，哥哥，等一下啊，姐姐姐哦，姐等嘎一下，嘎们，就姐姐姐等一等一下下就要就背要背。弟弟了吗？弟弟了吗？对呀、啊，很好，哦，听得很用力呢。如果用写的话，还可以。啊 喽，说完还跟上那个也不诺，还要转，还有今天没有被改造考倒。还有线上的还有人还没练习到这一个哦。那能不能一大姑娘呢？未来完成式。我妈妈打我，刚刚人家有我妈妈 orip，
我妈妈 ，orib， 我是我妈妈，我妈妈。哎，看我老师说什么？我妈咪发发哦。我们这边是我妈妈，我老师，我妈妈呢？我妈，我妈咪发发多。你刚刚是用咪哈？这一句是我妈妈打哇多，像改造的我妈妈 ，orib 多讲。我妈妈瓦刚多用妈妈行动词，我妈妈发发就是背背，我妈妈发发多。如果是你用发发的话，要用妈妈发发。照一下句子看，用妈呢？还我们现在是背背背了，还我妈妈用妈了，因为现在是我们疑问句都没到我妈妈行动词了呢。你刚刚是用咪表问妈妈，我妈妈发发，我妈妈发发都你嘎嘎，就变你嘎嘎。对对，要用你嘎嘎。变这边变成哥了。还我妈妈你一定要发都你嘎嘎，古沙发啊，然后你好，这边变哥了。对，哥了。变成哥，嗯。对，我妈妈发发啊，我们是妈形动词。这边都改为勾了，来变成你了嘛？你嘎你嘎嘎，古沙发啊，好你好，啊，那中文音，毛学过吗？古多努，妈妈爸爸，将要背啦，就是哥哥，等一下，姐姐等一下，一样啊，就要还没有背嘛，还没有背，所以将要背，将要背弟弟，你了吗？对。将要背弟弟了吗？对，啊，那么呢才是对到我们今天的妈行动词。对呀、啊，这个都就改为勾了。哎，都改成勾了。好，嗯、对，马达妈多，马赖行戏，一直想没有想到是妈哈、哦。好，那个刚刚有阿勒热带的那个梅花，你写了吗？这一句哦，就是下一句未来完成式。好，那咱好一大个呢，鲁马鲁马，你好了，真爱好啥个过好，还在思考思想。最后一句，谁过来都努力难啊？疑问句，你那个咪，比利塞，我爱把这个谈的呢你哟。我们往下看喽，能不能答？疑问句好了，我们往下一个。单元哦，否定哦。我们上一次是肯定，今天是疑问，疑问句。接下来就是否定句的时态练习。这爱嘎达哇吉法吉杜娃娃，舅舅没有笑小孩。这爱嘎达哇吉法吉杜娃娃，我们的范例是达哇哈。那我们。就进行到否定句哦。如果上一句还有人在练习，你让国民奶奶麦忙啊，爱多好，慢慢写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否定句哦。这爱嘎第一句，现在简单是，舅舅每天早上没有笑小孩。这爱嘎达娃吉法吉杜娃娃。多爸爸子八针，这爱嘎达娃吉法吉多娃娃多爸爸子八针，否定哦，我们要加上这爱嘎。我们看一下哦，还有人写上一句的也可以哈、哦。好，先请书写念你的句子。嗨。我妈妈否定都几个早啊，然后你好，个早等一下要睡觉了吗？在以后个否定进了啊，然后你没有，他等一下还没有要睡觉。好，能打过你，所以打你首先。我妈妈否定都几个早啊，然后你好，个早等一下就要睡觉了吗？在没有。在爱好个福地进了，安好你。在爱好
哎呀，好搞不定。那个第二句，这哎呀，他等一下还没有要睡觉，中文是对哦。我看，这哎呀，好搞不定，请啦，嗯，好你，对对了，嗯，我刚刚想到哪里去？很好哦，写得很好，谢谢苏贤。好，你拿入逗号否定句。否定句，第一句啥个字在阿多西？我们的例句是在爱嘎达哇吉巴吉杜娃娃，哥巴巴兹巴正，在爱爱嘎哈，加上在爱爱嘎，在爱嘎就是否定。好，那那么努米达古尼呢？否定句啥个字在？如果还有上一句还没写完的，还没有完成的，把握时间哦。我们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，2个小时。早早个八呢，好，时间就过去了。好。哎，伊拉都古米啊，嗨，你梅花，梅花慢些给说。好，这爱嘎里巴哈古琴系哆里样努西哆，哦，是对学生的忤逆很不开心，应该是很不高兴。哦，对，很不开心，很高兴哦。那你是第一句嘛？好，那爱嘎里巴哈古琴西哆里样努西哆。老师对学生的忤逆很不开心，很不高兴。对啊，马扎多，哎咖里巴哈克，不高兴，不开心也是对啊。我们里巴哈克有很多的解释啊。那干嘛读古尼南书阿苏瓦？为什么你还要记？为什么啊？还可以写哈。第一句哦，啥个字在？哦，好，没有为什哦，伊拉克么，好。在古啦，都巴巴兹巴正。马里昂读西读，你要写那个。每天我们有时间的描述啊。我们如果是现在简单式的话，有每年哦，把梅花有读米哈扎哈扎安，每个月读弗拉弗拉三，每周读比利巴利巴安，读鲁米阿米阿，读拉杜基杜基安。这个是时间的描述，你可以。可以练习读你们，李立生。接着，我们这边是读八八字八正，也可以说读发发发发，或者是读鲁米阿米阿。哦，法里真都没照顾啦，八八字八正。那能不老能师，我打？这边用念的可以了哈。好啊，好啊。这爱嘎拉霍吉嘎早都鲁米阿米阿，嘎好。早每天都不吃中餐。哦，可以哦，很好。在爱嘎拉好几个早读罗密阿米二，对哈，拉早每对。天没有吃中餐，哎，对，可以，很好，好，好，梅花。修正一下，这爱嘎里巴哈古星系多利亚努西多多罗米阿米二。嗯，对学生每天的忤逆很不高兴。哎，丁丁啊嘛，有那个读鲁米阿米二，对，老师对学生每天的忤逆很不高兴，咋爱嘎？很好，丁丁嘛，大妈都，因为我们后面的那个时间描述也要换一下嘛，马娜娜都给他，有时候会马绕绕哈，伊拉古拉公式的有时态的描述。对，可以帮助大家学习那个现在式跟过去未来的使用那个时间副词，
时间的描述。好，谢谢梅花。还有人要用念的也可以哦。好，老师要用念的，好啊。在咖啡啦，米阿米安，嗯，在咖啡让吉伊娜读娃娃读罗米阿米安，妈咪不会责备小孩。哦，在咖啡让古米娜读娃娃读罗米阿读罗米阿米安，哦，很像那个美惠老师一样，每天都笑眯眯，小孩子不会。我转身的时候就马格特了，马皮浪了，看不出来耶，很像不是哦，很像不是，我可能我们那边的人妈妈呢，看不出来马皮浪哦，北东的那边的话很明显，很大声，因为他们靠海边。好啦，开玩笑的，很好，谢谢我们的吴老师哈。如果你讲很冗长，嘎嘎呀，按着可能我还要。还要分析一下那个中文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来，也来回哟。第一句很简单哦，大家都用念的也很好。那爱丽丝有在写哈，等你哦。然后看，马上就有了，因为她很喜欢学习。来，可以啊。来，我妈妈是发读一书啊，米迪丽斯，安护你好。你等一下就要写完了吗？嗨，我妈妈是巴杜嘎古阿米迪利什安努呼尼。对，我等一下就会写完。哦，好，我看一下你这个我妈妈是巴是什么写吗？妈是巴就是做完的意思。哦，这个是妈妈是巴，我没有说过呢。线上的老师有说过吗？妈妈是巴。啊，你好，我妈妈的发读一书啊，米迪利，啊，然后你好，你等一下就要写完了吗？哎，对，我妈妈的发读啊，我妈妈的发读噶古，啊，米迪利，啊，然后你，我妈妈的发读，阿古啊，米迪利，啊，然后你才对哦，哈，阿古要用阿古，我等一下就写完了。妈妈的发，哦，好，我改了。哪里的话，我呢？你话你有听过吗？妈妈的发，别起来，妈妈的发，你有查过字典吗？历史，妈妈的发，那个线上蔡宗涵老师的字典。哦，这个是比较深的那个写法。妈妈的发就是完成。哦，的发就完成，妈妈的发将要完成。哦，的发是完成的意思，就是，对。然后很少讲这个句子，你很少说这个单字。妈妈的 fuck， 可能耆老啊，比较年长的会说这些，我们是听不懂。学起来了，妈妈的 fuck 就是完成，妈妈的 fuck 将要完成。你这里他的中文是说，你等一下就要写完，应该是说就要将要一样嘛，吼，就要写完了吗？应该是可以。好，你修正了哈，爱丽丝。我妈妈的发，应该是我妈妈的发都，我妈妈的发都，米苏里，阿米迪利，哎，是对了，阿米迪利，然后你好，对，阿米迪利米苏里，对，因为米迪利它比较广泛，对，苏里就比较是纯粹是写。我们都讲米迪利那个海岸的，就果然是米苏里。米苏里哦，有这样的区别啊。米迪利是广泛哦。米迪利读书也是米迪利的，念书。对对对。米迪利的写字。米苏里是纯粹是写。米苏里就是就是写，就是很就是针对写字这样子知道的。是。也是。当然，我们那这比较是那个秀姑了，就是后面的。秀姑然的说法。我们海岸这边都叫米迪利。米迪利是很广泛。对，很好。那他这样写，米妈妈的发都阿姑，他已经改了。米迪利是安呼尼。对，我等一下就会写完了。哦，好，写得很好呢，爱丽丝。反那都给说好，米苏里，反那都给说米迪利。哦，有时候他写的很多，写的他慢慢的就写会了。加油，加油，给他好。还有吗？
那我们今天好像只有两个人，有内哦，有哦。来，苏贤，请说你的句子。嗨，在嘎多嘎多古拉娃娃多隆阿米二，那个小孩每天没有打瞌睡。好，在嘎多嘎多古拉娃娃多隆阿米二，那个小孩每天没有打瞌睡，正确哦，很好。在嘎，我们今天学到否定这个。哦，单元哈、哦，那哎，还有人的话，我们再上传哦，我会等一下下，因为我们刚刚有慢一两分钟上线了。来，我们今天的课程还如果有意见可以分享哦。看我们的课程进行到好几个月了，我也想听听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线上的教学学习是不是很好，有没有可以修正的地方哈，可以提供我们哦。我打字哈，可以传上来，我们可以做一些的修正，或者是可以听听大家的意见哈。暖歪多好，我们的时间也到了，马扎马老师都过时间了，米达妈妈福爹都给大号马罗来都啊，马达亚拉尼尼。Hai, mi arai ku falo tsua titanan. Ui, zalayai a cinsi atu kaput hao. Nanai, mi kaput kita tu siensang. I zalayai a binanam, atak tuka kita a binanam tu cacau namita upanca. Hai, arai hangkamu hao. Hatini aja ku bu binanam namita anini. Hai, mafut yaitu kita yo, arai.好嘞，星星。好嘞哟。好嘞，星星。好嘞哟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嘞，星星。好嘞。